绍的是两箱 DHC 的这个，一箱是生日，然后一箱就是一般的，然后里面呢有一箱是有赠送 USB， 然后一箱是赠送那个粉饼。那我们就先打开小的吧。第一箱一样，里面都会有这个，然后就先把它然后呢，这里面都会有一些赠品，就是这个试用的。然后这边呢有两个是天然原力的磨砂膏，然后这个呢是精华霜，然后这个也是，但这个是补充的。然后这边就是他送的一个腮红刷，还有这边有一个那个随身碟，就把它打开来看看。它看起来像一个化妆品的感觉，然后他就把它设计成像随身碟的样子。然后这个就是正品。长相这样，然后打开呢，就是下面这边会有一个壳，然后这样子就可以插到电脑里面去使用了。对，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子。那我们介绍第二箱比较大箱，对，它这边还也有送一些体验包，就是都有送。二箱是比较大，送的东西也是比较好。一样把它打开，然后呢，先把这个打开，埋得很里面。这个呢是送一个钥匙，等一下再来介绍。然后这个也是，就是钥匙圈，然后搭配一个它的悠游卡。然后这个，就是有一些东西的，像是这边呢有两盒跟这个是一样的精华霜，然后就是这样。然后这边呢有一盒是也是补充的精华霜补充品，这边有两个是牙膏，对，牙膏。然后还有这边还有一个补充品，然后这边还有。对，还有一个牙膏，然后一样，它也会送这个试用组，然后里面就没了。对，然后这里面呢，总共有两包试用组，就是大概这样的分量，然后还会再送一个这种类似广告的东西，也是有试用。然后这个赠品呢，我就先把它打开来看看。对，那前面的赠品是这个随身碟一个，然后现在的这个呢是悠游卡钥匙圈，打开来这边有一颗毛球，然后里面就是悠游卡的说明书，然后如果把它掉的话，就像这样。这个呢，这个看起来像化妆品的东西，就是悠游卡。然后要逼的时候就是这样子。
然后这个他把它设计成那种造型的悠游卡，然后搭配那个吊饰，然后可以吊在包包上或是什么。然后这个大概就是这样子了。以上就是 Robert 的个人分享，记得订阅并且分享，拜拜。